大家好，我是弘毅文化练习生魏子月，今年20岁，就读于韩国中央大学视觉设计系。我的妈妈为了我小时候有一技傍身，就让我学了非常多的才艺，例如我学习了3个月的乒乓球。太高了，太高了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还在学校足球队里面学了半年的足球。对不起。不好意思，我前面2个才艺都被我搞砸了。其实我最好的才艺还是画画了，然后大家说我笑起来的时候特别像旺仔，所以就在刚刚我画了个旺仔，想把他们送给你们，想把他送给，对不起。所以就在刚刚我画了一个旺仔，我想把他送给你们。如果你们觉得画得好的话，请来优酷以团之名 follow 我吧。